2017年和2018年是嶺南大學的雙喜臨門的日子。2017年是嶺南大學在香港復校50周年紀念。2018年是嶺南書院在廣州創立130周年。正值這個雙喜臨門的日子，我希望所有的嶺南人一起努力發揚嶺南的精神，熱情、忠誠、堅毅和包容。我們一起去實踐我們的校訓，作育英才，服務社會。祝願所有的嶺南校友，所有嶺南人，我們能夠傳承使命，再闖高峰。